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台7月17号晚间在文化处演艺厅举办感恩公益演唱会，邀请台东县盲人协会和独居老人等弱势团体免费聆听国台日语歌曲。那我们公司呢，每年从去年开始就对我们台东的像是孤独老人或是弱势的儿童做了很多的圆梦的计划。那么为了要延伸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外呢，也能够让很多的孤独的老人借着这个演唱会呢，能够抒发一下他们的心情，这样子。演唱会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台语小天王许富凯等歌手，以及30年前唱红《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电真演唱。由于曾经参与当年电台办理的歌唱节目，电真以回娘家的心情带来重逢高雄港、回头太难和金针花三首歌曲，让民众陶醉在充满怀旧气息的夜晚。黄清海采访摄影。